我就记得他以前有跟猫生活过，他对猫没有反应。好啦，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是冠仪他们家有猫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是不是？好像有，我记得有啊，所以他对猫没什么，会怕猫啊。很好笑哦 ，Coco 他是一只哈，就是很赖皮的。对对，现在学会撒娇，你看看，你这个是铁汉柔情哈，啊，哦，你看我们那个是这个德性，它真的德性，德性，啊，两个转，这颗球我们家都没人要玩，这个你们家都没有人要玩，因为它装电池啊，我不会用啊。来了，那是想要跟狗玩。好了，去玩亲亲啊，贝贝，哎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教小朋友。哎呦 ，Coco 寂寞死了，终于找到一个比较活泼的。阿弟，阿弟，我们都是黑色的哦，柯拉。嗯，柯拉好乖。乖，可乐乖。罗莎。可乐的，好乖。再来。柯拉好乖。他睡，他是睡在那个暖垫上面。这是暖垫啊？因为我要吹电风扇啊，他们有的怕冷啊，所以那怕冷的就去睡那个啊。欸、他们咬的，他不会真的咬吧？他多怕他。Seven， 下来，都爬到桌子上。Seven 呢？是啊，这么你长那么雄壮，你咬我的手。